一月七号是著名歌手黑妹李翼玲62岁生日，在圈中广结人缘的黑妹这日提早举行生日会，同一班好友玩花晚，出席艺人包括陈展鹏、敖嘉年、郑世豪、陈国邦同罗敏庄一家、乔宝宝、欧瑞伟、吴幸美、李天祥、古明华、卢海鹏、Joe Junior、谭炳文、王建东等等。见到成班朋友咁有心同佢贺寿，难怪黑妹笑到见牙唔见眼啊！啱啱做完嘢，即系过年啊，比较忙啲，系啊，所以大家都有见面。咁啊，今日咧每年都一次大家聚会咯，同我啲好朋友，锡我啲朋友，我啲兄弟姊妹咁样一齐开心，好似团年饭咁样啦。会唔会话七号正日有啲咩嘅安排？七号正日就静静地同屋企人同两个孙食饭，同埋个女食饭。同样系一月寿星嘅詹皮，多年前已经同黑妹结缘，仲认埋对方做契姐，所以就算忙住拍摄新剧同盟，都要抽时间出席黑妹嘅生日会啊！由我开始出去出边有啲 OB show 开始唱歌嘅时候，就开始识咗家姐啦，系啊，都有差唔多。6年了，六年。我開始接觸翻唱歌，可以出去揾下外快，就係、黑妹姐帶我出去揾外快咯。係啊係啊，就到而家都係咯。占平同同盟嘅剧组寓工作于娱乐，相处得非常融洽。日前姚子玲就上载咗一张一齐卖萌嘅合照，见到占平个样咁 QQ， 睇嚟除咗平时有型有款嘅形象，佢应该仲可以有多条路线发展下噃。卖萌喎，即系一改你好作嘅风格喎。唔系，其实我不嬲又冇乜特别嘅，佢哋影玩下啫，有乜所谓？而家啲 apps 又咁好玩，仲有啲仲得意嘅，我知道。咁有啲太过夸张嘅，费事摆出嚟啦。即系之后陆续放送噶咯。哦，咁又唔知喎，因为唔系我影嘅。